边境牧羊犬怎么训练？边境牧羊犬天性聪颖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在学习接受能力上完美地展现了它的聪明才智。只要合理安排好训练内容，训练起来也很容易。主人在一天中每次训练狗狗不超过5分钟，训练时适当奖励小点心，逐渐以口头赞美代替点心奖励。每次训练边境牧羊犬时，使用相同的口令与手势，口令要短，手势要明确，选择合适的训练时机，如饭前、大小便后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避免周围有让边境牧羊犬分心的事物，时刻与边境牧羊犬眼神接触与身体交流，发现不良生活行为时要及时纠正，避免它养成不好的习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